十五号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，很多地方都有演唱会，像是台北小巨蛋的 Eason 啊，今天是他首场嘛。不过我知道他好像唱十几场，所以不去看也没有关系啦。毕竟我穿的那么辣，有看到臀部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我妈妈在哪里把她的眼睛遮住。不可能是因为你们今天没有抢到票才来吧？然后我知道是像广仲也在高雄巨蛋，不可能是因为抢到高铁票所以也来这里吧？好啦，你知道，毕竟我是来自于屏东部落的公主，所以很爱开玩笑。哎，我转一下我的牌子，部落时尚文青女神，我自己取的啦，不好意思。那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，来自于部落时尚嘛，文青，我现在有在创作，女神就是。这一段是我自己很想要唱这首歌，想念他，然后谢谢你的音乐陪伴了我，然后很多人的青春岁月。为什么世界毫不公平，谁让我们相遇有情心。